棕熊行进乐队被誉为纯净之声，国庆表演后十一日更到姐妹校台湾艺术大学交流。随着音乐舞动，也设计跟观众互动的桥段，其中台艺学生演奏苏沙号的詹珠珠还含蓄对镜头挥手打招呼。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詹珠珠，父母都是台湾人，这回听到学校要到台湾演出，还积极争取报名参加。而另一位祖父母住在嘉义的男同学，十四日也将随乐队返乡演出。家人得知非常开心，然后姑姑也会到嘉义的现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台艺大则以国乐、舞蹈、管乐等表演迎接姐妹校团员，送上 MIT 招牌手摇印珍珠奶茶，尽地主之谊。而来自日本东京的翡翠骑士规划在十一日下午搭机离台，之前在高雄演出，市政府更全程记录他们在高雄的点点滴滴，让学生们在应援派对上惊喜不断。借国庆邀请来海外表演嘉宾，也透过演出及在地互动，为彼此留下美好回忆。华视新闻曹生、张道勇、王世凯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